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洪阳洞》，表演者张九南、高九成。哎，你们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好黄。其实我是个榴莲，外表黄，内心更黄，还很臭啊。好玩吗？嗯。人家说的是实话。他说什么？那不好玩，谁看你？嗯。哎呀，怎么刚才下去吃什么了？闻见味儿了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大老爷们听着包能乐成这样，哪儿来的？哪儿？你哼什么呀？本地人不哼啊？上海本地的啊？嗯，行。你也没词了，我也都是外地来的啊。这要是在北京怎么样？你要敢跟我这么说话哦，两分钟你的脸上全是我的唇印。嚯，他是真上嘴呀、啊！亲死你，知道吗？嗯，谁敢跟哎？谁敢跟我横一句？嗯，不是，咱你甭给我来这个，一帮人啊，咱就定向打击，就定点打击，谁？对啊，谁？前排的挑一个喊，哪个？就那大饼脸是不是？你把手举高点，我不骂你两句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长命百岁。你看他敢说什么？他只能说谢谢。废话，这是骂人的词儿吗？你我不会骂人，我不行。你不会骂人，我不会骂人，可是就会骂我。我没骂你，我不像你是嘴那么损，你老跟人家互相嘴。骂街不会啊？不会、啊。叨的什么二楼的？听你听我呀，没话筒扯着个嗓子搁那喊，你单身吗你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单身？你还在单身？我管着你去，干嘛去了？尿尿去了？你看看，就你这是什么德行？作为演员，你跟人不会好好说话吗？好言好语的，干嘛非得老要骂人呢？你看咱们这不骂人不挺好的吗？天天说你是狗，你能脾气好啊？那你这狗也有温顺的呀？怎么你当狗还当初理来了？你那优酷录像啊，你这。录像怎么？我也没骂人啊。你不会骂人啊？不会，你甭教我这。就骂他。我不。那是你是不是有左手有纹身？啊，你等着啊。干嘛？给他洗了。我看着像立白啊。他这画的呀。骂他两句。我不会。彰显一下石家庄人的气势，让他点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。我关键我不会骂人，但是心地善良，我不会骂人都不会。三要素，什么三要素啊？那个主语，随便一个亲属，随便一个身体部位，整。你等着，你问怕什么？啊、哦，你等着，哦、你别走，你等我师哥这，你等我师哥这脑子琢磨过来的。哎，我听出来你有点侮辱我了，对吗？没有啊，不就主语。身体部位，随便一个亲属，随便亲属，整他，就能骂他了。对，瞧好吧，你，主语对不对？你，我叫他主语，是什么来着？身体部位。哦，对，随便一个亲属。好嘞，你那脸，长得跟他爹似的。爱听你骂他，你骂我呢？骂他呢？你爹多难看？你爹不难看，我爹不难看。我是不是骂他了？这都什么包袱？你别老说我爹了啊！怎么说你爹？怎么你不高兴啊？我说你爹，你爹高兴啊？我爹不高兴。我爹比你爹好。我爹比你爹好呢。你哈哼六，我姐比你姐好。
我姐比你姐好，我哥比你哥好，我哥比你哥好，我妈比你妈好。对，我听我爹说的。你干嘛呢？哎，怎么着尾巴呢？我榴弹炮呢？没有那玩意儿，你还找？崩死你我！哎，可算你们逮着包袱了哈！笑，干嘛呢？这大哥悠闲的，找你爹了吧？找不着座了？哪个？哪儿？哦，中间。去啊！来，把腿都撇开，撇开，不撇开那怎么？收回一点，把腿都收回去。大哥要进去了。好，一步一步。在小小的剧场里，他那是蛙吗？在小小的剧场里找呀找呀找，快点吧大哥，上个厕所座都丢了。啊，他还坐正中间。真正中间。行了，不闹了啊。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带骂街。你这带骂街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骂街，说学逗骂嘛，设计好的包袱。是啊，能看出张锦南把您各位观众当做我的衣食父母，还真是的。那都啊，哦，他让你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差不多得了啊，差不多得了啊，那个忘了，什么就忘了？哎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对呀，对吧？您拿这个我来说啊，这个说，那肯定在德云社来说啊。又来了，老这样，这扶老别老走了。你行？我这谁不会这个？你那叫什么半身不遂？你那叫？你不就这样吗？说学逗唱，你说为主，以学当先，逗在其中，唱是辅助。对，对不对？学它的范围最广，哎，多学当中有这个学唱，什么京剧、评剧、大小梆子，各地方戏曲、小曲、小调。哎，都属于学的范围。哎，这我们都应该掌握。拿我们师傅来说，最爱的就是京剧。对了，哎，我跟我师傅啊，也是这么多年耳濡目染呀，也喜欢京剧。啊，这好事啊！京剧分为五个行当啊，生旦净末丑。对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净行。净哦，就大花脸。啊，对对对对啊！师哥说这没错啊，对，就是大花脸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大花脸。哦，喜欢唱这句。对，什么都是这个什么张飞呀、李逵呀啊，曹操啊，厚的这种男子啊，都是花脸啊，关羽啊，对对对。您怎么样？对花脸？我也还行啊，我可以啊。你也喜欢花脸啊？这么多年我还真不知道您也喜欢京剧花脸这个行当。这我哪个都喜欢，但花脸我还比较独爱。你应该喜欢花脸。怎么的？花脸它都是大脸谱。你要脸盘子大，画出来脸谱好看。哎，他确实他显。对，你看我师哥这大脸盘子啊，画的好，眉毛对吧？俩点儿。他老点我去。不是，画俩眼珠子吗？眼珠脸吗？脸在哪儿呢？抖个包袱不行吗？抖什么包袱？脸都找不着了。脸，看看脸，看您的脸啊。你看你这麻麻呢，麻呢？你怎么竖着长？你看你这。你干嘛呢你？我干嘛？我找脸呢嘛。我跟你不，你是不是找饭呢？这都多少年不用脸了？你这找不着了？有哭那个，露他，露他，我这脸。哎，对，露我们俩脸。哎呀，行了，那个比较喜欢花脸。花脸，找时间吧。妈，找时间，咱甭说相声了，天天说相声都烦了啊！而且还有一堆观众蹂躏我，还摁地上摩擦呢。找时间甭说相声了，唱出戏。你要唱戏啊？呵，你唱那也甭不来了，不来。今天各位买票，你看，不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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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就牵着不走打倒退吗？可以来啊，但是咱说清楚了，我也爱花脸啊。哎，他呢也爱花脸，哦，我们哥俩唱一回两个花脸的对儿戏。咱俩人唱？那可不呗，你不也喜欢花脸吗？哎呦，这可是新鲜了。两个花脸的戏
可以可以，都能过个瘾，也都擅长。那成嘞，那你挑一戏。别，不要让我挑啊！花脸的戏我会的太多了。你会多？你会多少？你会？我会好几万出。好几万出，有那么些出吗？那可不呗，我想一出是一出。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！对，我随便说一个，你没听过？不一定。消失的他。你来这消失。你来他。不要让我挑，你挑。那是京剧吗？对，你挑。我挑。哎，你挑。挑一俩花脸的。俩花脸的戏，传统戏啊。传统的。传统戏，大哥挠什么呢？搁那挠，坐坐坐坐。上海这么发达的城市，也有不洗澡的是吗？M 桃去个搓子去，你也乐什么呀？你也去秃顶，出 M 这俩。哎，我挑了啊，挑吧。咱们唱一回《真假包公双包案》。双包案啊，真假包拯。对，这戏全是唱，一个真包拯，一个假包拯，站这儿大段的傻唱。没意思，你唱戏不是光唱，唱念做打，你得来点身上动作呀，还带动作。对呀、啊，这差点意思，换一个动作，带点动作，动作简单。那、哎，真假李逵，这全是打了一真李逵，一假李逵啊，打的难解难分，哦，分不出谁是真李逵，谁是假李逵，哦、最后一块儿去找观音菩萨，哎，又串了六耳迷魁啊，什么六耳迷魁、啊？全是打，全是打也不好，这也不行，全是打也不行，那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。换一个，哎，什么父子会行不行？父子又叫伯良官，哎，一父一子，嗯，一爸比儿子，对，咱俩唱那个啊，不唱，怎么着？凭什么你就演我儿子？对，我于心不忍、啊。你可以演我儿子，就啊，不唱，去。甭拿这吓唬我，知道吗？要还不怕？这不是德云社有票房，你能退去，知道吗？这是主办方，你喊退票，主办方那些人就打你。小红帽干嘛？你真退去，大哥。说了爱你。完了。就这样走，哦，就这样走，哦，让人去你的吧。接着挑，不保你了。接着挑，再换一个啊！换什么啊？咱们唱个什么呢？哎，这么着吧，咱们唱一《红阳洞》吧。这戏好，行吧？对呀、啊，这是《红阳洞》。哎，这是两个花脸的对戏呀、啊。红娘是一个大花脸呢，对不对？掌声！哎、你就娶了莺莺吧，不娶我弄死你！呼呼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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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娶莺莺吗？红娘的贴身丫鬟。没听说过。大花脸，呼呼。红娘啊。红娘，红阳，红阳洞，红阳洞，对，孟良，焦赞，啊，杨家将的故事，对对对，可以，咱唱这个，就唱红阳洞，嗯，但是我得问清楚了，嗯，咱是红阳洞有两个版本，俩版本，哎，咱是唱那个1900典藏款，还是唱那个2023至臻 VIP 2.06T 版？这分那么细致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都没听说过那版本啊。其实还有一个千禧年典藏款的，你知道吗？跟你桑塔纳一块来的，有两个版本，1900款，2023至尊 VIP， 就没听说过，就一个版本，哪有那么些呀、啊？咱不抬杠，你说说你那个版本，我说说我这个版本，区分一下，怎么样？那还用说？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故事，杨家将吗？你说，杨家将就是老令公杨继业那骸骨在北国洪阳洞那存着。嗯，杨六郎派孟良前去盗骨，嗯，没派焦赞去。嗯。焦赞不乐意的在后边偷偷跟着就去了。嗯，到了洪阳洞口的，他发现孟良这马在那拴着呢，准知道孟良在洞里头呢，他就想跟孟良开个玩笑，喊了一声抓奸细，喊这一声不要紧，怎么着？孟良以为敌人发现了，回手就一斧子，把焦赞就劈死了。劈死之后才发现是自己的把兄弟呀。常言说得好，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这俩人感情关系都太好了，于是他就自杀了。也死了，这事儿全传回去，杨六郎知道以后一病不起，最后也死了。唱全了叫三星归位，又叫三翼宾天。各位说这戏有意思吗？这多好啊，这戏。这戏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一共仨人物、啊、唱完仨人都死了。都。哎，他这是个悲戏。你唱什么？你直接出殡好不好啊？人得讲这故事啊。咱德云社专场。
对不对？你甭管谁的专场，他也是德云社的相声啊，对不对？一千多几百多人都花钱买票过来，人德云社笑，你让人哭着回去了啊，一千二百多人抹着眼泪往外跑，不至于那样，真想哭花掉一千多吗？啊，不要钱找一个火葬场能哭一天。哎嘿，谁找那别扭去呀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，他这悲戏就敢轮吗？现在不讲究悲剧，这戏就是悲剧。要不说有一个新的版本呢，嗯，都改了大团圆结局。这怎么团圆啊？你讲讲我这个啊。也是杨六郎派孟良前去盗骨，呀焦赞不放心，在后边紧紧跟随啊。这焦赞这行为怎么那么猥琐呀、啊、蹑足潜踪啊，追到了孟良，兄弟不要一人去，那边太危险了，哦，哥哥陪你一块儿去，哦，两个人一块儿到北国盗骨，嗯，到了北国蒙混过了北国士兵啊，进入城门楼子，这儿需要很多细节我这儿就不讲了啊。进入北国之后来到了洪阳洞，取得了老令公杨继业的骸骨，两个人一块儿回到宋营啊，成功了，这俩人都没死，找到了父亲的骸骨，把这骸骨这包啊，把这骨头包啊包起来了，还给杨六郎，给，这是你爸爸，这扔啤酒呢，这是，这是你父亲的骸骨。嗯，杨六郎高兴啊，啊、哦，尸骨可以安息了。对，大搞庆祝活动，庆祝。这不叫团圆结局，还要怎么团圆呀、啊？戏的两个主人公孟良、焦赞啊，问问你是什么关系？这把兄弟呀、啊，把兄弟到我这儿不是了。嗯，改变关系，改成什么？孟良认焦赞当干爹。嗯，这太新鲜了。孟良觉得，哎呀，你说派我一人去盗骨去、哦、我哥不放心还跟着我保护我，对我事无巨细事事关心、哦、长兄如父，我认你当我爸。戏的最后孟良跪在地上，焦赞坐在孟良前边，孟良给焦赞磕头叫爸，磕一个头叫一声爸，磕一个头叫一声爸，磕的脑袋滋滋流血呀、啊。焦赞在上面答应，嗯，哎哎好，哎好儿子，哎我是你爸爸。戏完美谢幕，新黄洞，各位这好不好？我再问一遍啊，这戏好不好？你看都说好是吧？可以，那咱就唱这。您说，我听着还挺新鲜，唱这行不行？这戏挺新鲜，咱唱这的行不行？唱这可以啊。你来孟良，别去，怎么？我来焦赞吧。你看你啊，你来不了焦赞，怎么？焦赞的词儿啊比较少。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戏我不熟悉，我来个词儿少不挺好吗？你不要来词儿少，你看平常捧哏、嗯、他这词儿就少。对对对，你说点儿上了，说点儿上了。平常我说话就少，你让我一下说太多话，我接受不了，说不出来。我最多我就哎，对，是，我是你爸爸。哎、最多就说这些字儿。不是。我只能说点这个字少的。你来这，那我演那跪磕头那个。对，你来孟良啊。我来不了孟良。怎么来不了？孟良他主要就是跪下磕头叫爸啊。我这腿啊，我受过伤、啊，我里边有钢板，我回不回来，我跪不起。哦，你看，你打不过弯来，你看没办法，没事啊，站着叫。我不叫，要不你卧着叫也行。卧着那是狗，卧着。你趴着的意思。行，那咱就这么着，就唱这戏。我来孟良，对，你来焦赞，没错。我跪给你磕头叫爸，哎，行吧，嗯，收来咱搭的桌子。搭桌子干嘛呀？分出前后台来呀。哦，还分出前后台、啊？那当然了。来，好，那个、啊、桌子前面就是前台，这是哦前台。桌子后边就是后台，后台这边就是上场门，上场门那边就是下场。下场，哎，那边就是你的下场。对，然后呢？我什么下场？现在这儿就是一个猥琐的小舞台，猥琐的小。我是北京人，我说话有点口音啊。这跟口音有关系吗？现在就是一个猥琐的小舞台。对，然后呢？这个，你看，一个女孩的包袱琢磨乐半天，猥琐，丢人现眼。这个。舞台布置完了，舞台布置完了，嗯、唱戏啊，穿的那个行头，戏服咱没有，怎么办？大褂素身唱，就穿这个了，哎，就穿这个，得嘞。然后呢，这个咱也不用捯饬什么的了，不用化妆了哈。嗯、来，你拿着这个干嘛呀？热了山山，哦，收起来。啊，咱们说了，咱们是咱两个人是宋朝人，啊，咱们不远万里去北国去盗这个骨头去，对，盗骨，你不能走着去。
走着去太原，你的大胯都磨没了。哎，开你那车磨着也不行。我也没磨到大胯，知道吗？对的，不至于走着就把大胯磨没了。咱们骑着马去，这个就好比是马鞭，明白了？哦，那明白了。戏台上代表着马。啊，对，这就拿马鞭就代表骑马了。哎，然后呢，这个唱戏的那个乐队，锣鼓家伙队没有乐队，来没有？哎，用嘴打家伙，拿嘴学锣鼓经。您上场，我打家伙；我上场，您打家伙。太好了。这个咱俩这周戏上台之后是我先唱，哦，所以呢，你先打家伙。打家伙？哎，打什么家伙知道吗？什么呀？快长锤。我，啊，知道。抗死累死，抗死累死，空累。就这没问题。然后咱们现在这个就开始唱了。得。哎，回来干嘛去？哎，干嘛去啊？到鼓去，把嘴都收起来，尿尿去啊，正精彩的地儿是吧？退票去，票去，啊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上厕所。你这玩意儿，你也算有脸了，1200人给你鼓掌庆祝你上厕所啊，太厉害了。现在正式开始，哎，然后呢，这个现在归到后台。好嘞，你先去，归到后台。你晃我一道是吧？再来，哈哈，开始啊！谁打家伙？你打家伙，我先唱，我来孟良，你来交代。好嘞，给你跪磕头叫爸爸了。对对对，走啊！扛过来子，扛过来子，扛过来子，轰嘞，哐一切的哐。我们的妹妹，哈不许乐。哎，你唱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不是，他们是京剧吗？是洪阳洞吗？什么玩意儿呀，啊，你说怎么唱？我说怎么唱，你这词儿不对呀，啊，你说怎么唱？应该这么唱啊，你锣鼓道有洪阳洞，千里迢迢路难行，昨夜晚元帅得意梦，他梦见他父老袁荣那千帆倒鼓，乃是家他命我孟良二字下凡迎了镇海谷，现在那不过洪阳洞上望江台上第三层豪杰催惹动了夜的马红宗，啊，这么唱我看谁在拍。那小红帽你至于吗？你俩胳膊举这么高拍，你那嘎吱窝那毛都飘出来了，你嫌你，人家拍怎么了？嫌你不是嫌我呀，这戏我能不会唱吗？教给你这词儿吗？北国有个洪阳洞，千里迢迢路不通吗？谁不会呀，啊，那你不唱，你唱的词儿不对呀，那词儿咱唱新戏唱老戏呀，新戏呀，啊，咱不唱新洪阳洞吗？啊，到最后我不给你跪个磕头叫爸爸吗？对对对对，对，那你唱老版本的干嘛呀？你要唱老版本的，咱就唱老版本的，到最后就不磕头叫爸爸不就完了吗？不，唱老版本的，唱新的，唱新的，就按你这个唱。要想磕头叫爸，唱新的必须我就按照我那词儿。你什么词儿？我们的秘密要谨慎。哎，我们的秘密要谨慎呢。这什么词儿？这咱们俩是干什么去？盗谷去。盗谷偷东西。对，这个事情是机密啊，小心谨慎呀。哦。咱是咱们的秘密啊，咱们三个人的，你我杨六郎的秘密啊。哦，这是代表咱心里话，交代一下。对呀，啊，明白了吗？我们的秘密要谨慎。要谨慎。明白了吗？那我唱什么词儿啊？后台问。这是前台。哦。打着你了，轻点轻，打着你了。这个我在这闻他呢。后台，这是前台，明白？有当着观众问词的吗？是，让人笑话。是我错。那这你说我唱什么？作揖叫老师，你这我教给你东西，你得客气客气啊。行。啊，老师，我姓张。老师张。
啊，张放前边，张放前边。说了，这你说的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哎，那我唱什么词啊？你唱《侦探北国走一程》。那时候有侦探吗？老侦探，老侦探，狄仁杰。过去那不是包拯，对不对？柯南。老侦探，侦探北国走一程。侦探北国的人就嗓子摇咱们唱。对对对，是吧？侦探，你前台唱啊，你后台唱给个六听啊。前面演。侦探，我先唱。尿回来了。我们的秘密有隐身，我感觉他这不通畅。我什么什么字？侦探北国，侦探北国走一程。哎啊，大花脸呐！你不要脸呐！我怎么不要脸了？废话，我怎么了？画个大花脸就报大花脸呐？报名字吗？报名字你得报孟良，我这焦赞啊！我说我叫孟良，哎，你说你叫焦赞，对，咱哥俩干嘛去了？盗谷去。盗谷就是偷东西，对吗？对。明着去还是暗着去的？暗着去的报名字。谁踩他脖子了？哦，暗着去的报名字，按他那次到人城门楼子门口了啊，全是士兵搁那防着呢，你过去，哎。我孟良，俺们哥们儿焦赞，俺们哥俩偷东西来了。那人不就发现了吗？兄弟们，放箭射死他俩！倒不回来。咱俩隐藏自己的身份，知道吗？咱是北国的这知名的将领，隐藏身份，我这绰号，明白吗？我应该叫镇八方、玉面昆仑侠，明白了吗？这太长了。你应该叫九孟子，明白了吗？隐藏我绰号，我大花脸，你二花脸，明白了吗？我叫大花，我就必须得我大花脸呢，然后我就得二花脸。你后台问啊？你不告诉我了？告诉你也得后台问。我都问完了。有道是观众问词的吗？形式得走一下。张老师，我是不是得说二花脸啊？净打我！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在相声舞台上，我打一个捧哏的会有人站出来，居然有人为捧哏的发声。你都是善良的人，我说对不对呀？你们是善良，但是没有一个爱狗人士。可以了吗？你唱二花脸，二花脸，明白了吧？哎。前台唱，后台唱谁听啊？我就打二花，我先唱。你别打他了。你干嘛？你四十了，你撒娇，你恶心吗？可爱啊，可爱吗？来，你上来嘬他一口，来来。干嘛你也想去啊？我不去。你是不是看着那秃顶了？早晚你也有一天，知道吗？唱哎啊，大花脸呐，二花脸呐。我是烈路的火鸡。怎么又改这个味儿啊？这是暗号啊。什么暗号啊？咱俩是哪儿的人？宋朝啊。咱去哪儿盗谷去？去北国。地方远，那口音不一样啊，对不对呀？你这口音人听不懂啊。到这儿咱得模仿人家士兵的口音。你看人家士兵说话，哎，这不是也来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入乡随俗，模仿口音，我这就必须得，哎，我是烈路的火爹。什么词？人家一听，这两个人一看就不是宋朝的这个奸细，他们的口音跟咱们是类似的。哎，所以整两个小菜吃，然后
一下就飞到这儿，然后把他们放进，咱们蒙蔽敌人。是什么词儿？你那个？我说来了我的伙计。我说来了，我就这味儿。哎，我就必须得这个词儿。那我说什么词儿？后台半价。你煽动群众，你这就是。咱谁也不要打了。你怎么想？我跟你说，谁也不要打了。啊！1200人没有一个为我发声的。我觉得挺好。不许虐狗。好。说我了。咱谁也不要打了。啊！我算明白了啊！咱们这个影响咱们哥俩最终感情的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不轮椅吗？咱谁也不要他了，谁也不要他了。不要这个。谁也不要他。不骑了。来啊！干嘛？我这没了，你那怎么不是？咱俩得骑着一匹马呀。俩人骑一个。这是骆驼。那不更没法骑了吗？骑两个驼峰上，明白了吗？那怎么不行？不能骑那个。你要拿着，我就拿着。那来吧。哎呀，行，那来啊，开始啊，谁也不要打了啊，不打了啊，文明相声啊。哎，我是来了的伙计。我什么？伙计，我早就来了。伙计，我早就来了。我来问问你啊，你是谁人的儿子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废话。你不知道？我来抱抱。咱俩什么关系？把兄弟呀。把兄弟，你不是我谁儿子？你，哎呀，你是谁儿子？你说不就得了吗？我谁儿子？你还是找不着，你还是有故事的家庭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你演焦赞？对呀、啊，找不着不知道焦赞他爸是谁，对不对？谁呀、啊？你就找一个焦姓人家里边的焦姓，焦圈儿，焦圈，你爸焦圈，你妈豆汁儿，你爷卤煮，对不对？你奶奶盒子，你姥爷赵饼，你还吃过什么？你姥爷糊饼，对不对？这边什么灌汤包？你大舅灌汤包。猪肝面，你三姨，我们家全是吃食。不是，那你焦姓的，你找焦皮鞋。你才俩爸爸呢。你说你焦姓人找不着了，焦太郎也可以。你爸是焦太郎，你妈是沸羊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姥爷奥特曼，对，多合适。你奶奶是鸡鸡棒，对不对？猪猪侠嘛，我鸡鸡棒生出个高九成，鸡鸡棒。石家庄吃着饼，对不对？那我到底谁儿子呀？找不着你爸爸是谁了、啊、你就换个说法。怎么换？天真地说，笼统地说、哦、你说我是我这句我说问你，你是谁的儿子、啊、你就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完了，嘿，他这倒合理。对，我活30多年了，今儿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。对，来，我来问你，你是谁人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他这个发音听着，我是爸爸的儿子，听着是。废话，继续啊啊！你可愿意？废话，怎么了？你是你爸爸儿子，你不愿意？这时候愿意得说戏词儿，某道认可。合着我是我爸爸儿子，我这才认可。这都是暗号，明白？蒙蔽北国人。哎，你可愿意？某道认可。把你过继给我2天，给我当2天好儿子，你是认可不认可呀？我不认可。怎么干嘛？废话，给我过去给你。对呀、啊、怎么了？我给你当儿子。怎么了？凭什么？不是你给我当儿子吗？这是蒙蔽北国人呐。你看蒙蔽北国人，是不是你不给我磕头光死叫爸爸村炮一样。
什么都不懂。我演谁？我演孟良，你演焦赞。孟不离焦，焦不离孟，天下尽知，都是把兄弟，都知道。咱俩要还用把兄弟的身份去北国偷东西，人家就看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到这儿转换关系，我暂时性的当你爸，你暂时性的当我儿子，咱俩进入北国，人士兵一看，这两个人一定不是孟良跟焦赞，因为孟良跟焦赞是把兄弟，这两个人是父子爷俩，那个胖的是那个瘦的他儿子，这两个人是安全地放进去，咱们进入北国，成功的偷东西回到宋营。我为了感谢你给我当儿子，所以我为了报答你，我一辈子给你当儿子。明、哦、去之前我给你当一会儿，对，回来之后你就永远是我儿子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到这儿你暂时性的给我当儿子，我暂时性的是你爸爸。哦，这个关系明白了吧？那哎，我来问你，你是啊，你给我当两天好儿子，你认可不认可？我呢，这儿你有句台词儿、哦、一定是你，就是你一定要心理活动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心理，你一定内心你得激发出这个台词来啊。什么什么呀？我给你讲一讲啊。哦，我给你给我当两天好儿子，你认可不认可？哎，你这儿就得想，就好比说你高举成啊，你自打出生起你就一直想给我当儿子，知道了吧？哦，你不光是你，就你们老高家祖祖辈辈毕生愿望写家谱上就是要给张建宇当儿子，知道吧？我们家家谱都写在打你家祖上祖宗一代高九成一世，他一直到你，就是必须给北京丰台张建宇当儿子，一直得不偿愿，到我这边了。就你老没投胎成功，我同意，我把你叫过来，我说九成来。这两天我挺开心的，我允许你给我当儿子。哎呦呵！你当时一听，哇塞，我们多年的愿望实现了。你当时你得是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，你先叫我爸爸，我倒是乐意的喊呐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，就这种感觉，你明白了吗？笑的鼻涕都出来了。我还得这样，从我们家的祖宗第一代就开始。对，高九成一世一直到你，到现在。对对。今天呢，就好不容易吐口了。对对对。让我给你当儿子。对。怎么着？我还得叫你。叫，先叫我。你还得拍胸脯。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，先叫我。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。叫我。叫什么？爸爸。无所谓，一会儿我能站他的。叫爸爸，然后我还得卖卖的大笑。对对对，得是贱笑。那我这也太贱骨头了。回到宋营，我给你梆梆梆梆磕的脑袋滋滋流血。哎，那要这么着，回来你必须真得给我跪一磕啊！磕的脑袋滋滋流血，你不喊停不停。哎，染红一面墙。你有那么多血吗？没染血辟邪了。我一边输血一边给你磕头啊，明白了吧？我让我爸我妈一块儿给我输血，给你梆梆梆滋滋，你浑身都是血，400斤的血浆，你见过吗？啊，行不行？啊，乐意不乐意？乐意。你一直梆梆梆梆，就这样，行吧？可以。然后这个前面的词儿怎么样？啊，前面的词儿怎么样？对，忘了。忘了没关系，咱们从头到尾来一遍，给大伙儿呈现一个完整版的新的《红楼梦》，好不好？行，来吧，来。哎，他怎么那么兴奋？来来来，开始啊！哎，来。真谈不过走一程。啊，大花脸呢？二花脸呢？哎呀，我是脸上的灰爹。伙计，我早就来了。我来问你，你是谁人的儿子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你可愿意？老道认可。把你过继给我两天，给我当两天好儿子，你是认可不认可呀？回到宋营，梆梆梆梆，磕的脑袋滋滋流血，染红一面墙。先叫我爸爸。哎，哎。哎，我在这儿呢。你至不至于这样的、啊。砰砰砰砰，滋滋流血。我重新来，你破坏我这个结构，我得重新叫。爸爸，哎，谋到落叶的痕呐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
演出到此结束。好，现在啊，那现在是翻场环节啊。成哥给大家吹个笛子，我练个剑。哪我就吹笛子？怎么了？接着唱啊！啊，想大伙，成哥要给大伙唱一个大实话。不是，洪阳洞咱没唱完呢。洪阳洞？对呀。哎呀，你还没忘呢。废话，我凭什么忘啊？这正唱半截啊。我忘了跟你说一事。接着唱，你不得给我磕头吗？忘了我就忘了。忘了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咱们这个洪阳洞啊是一个连台本剧。啊，折子戏。哎，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，很多集啊。啊，知道。就是咱们唱到刚才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这儿呢，这是第一集。唱到回到宋营呢，我是你儿子你是我爸爸帮帮帮那儿，那是最后一集。那咱就唱往后唱啊。啊，这个戏一共是40万集啊。我今年是29，40万集，29岁，我�刚写出了前2000集，我争取在我60岁生日那天，我写到10万集。你活得到60岁吗？你尽量啊！我明白了，就后边还没写呢。我奋笔疾书啊，奋笔疾书。明白了。我尽快。怎么的？后边啊，咱也不唱了，不唱最好。哎，咱就把这头一集再唱一回。刚才这个再唱一回。对。你看他还有这个瘾，来，你回来、啊，怎么了？先别蹦，唱吧。唱是唱，等，咱俩人掉个儿，我来孟良，你来焦赞。啊，我来你那角色。对，你来我的角色。哎，哎呀，我来不了你那角色呀。你怎么来不了？你那个人，我那个词儿我不会呀。哦，焦赞那词儿，他不会。我不会，我们别分唱。那不会，你怎么教的我呀？换那边忘了来啊，都啊，看看来自空来空一切来空，我们的秘密有平安，侦探不过走一程啊。哎，大花脸的二花脸，这不没换吗？这不换过来了吗？我背着换了管什么呀？那怎么着？词儿得换呢。你看，恍惚了，忘了。你看啊，嗯，这个上场之后你不得打家伙吗？康斯雷斯啊，打完之后呢，你停了那半秒，咱唱戏不能让观众等着演员，你慢了，所以我就慢了，赶紧唱。您明白了吧？哦，这是我的，你有衔接有空白，再重来，重来，再来，对，哎，不要让观众等着演员。是，来，哎。空嘞空一切嘞空，我们没有音呢，我没慢呢。有老有那一半秒左右的空场。不对，怎么了？刚才说了是你先唱的，我打家伙，这回得我先唱，你打家伙呀。我打谁打架都一样，你打呀，不重要，我打家伙。对呀，我打架，来啊，康斯基官，我们没有，还没到台口呢，你就唱了？这玩意儿啊，没有谁先唱谁后唱啊，谁抢着这句是谁的，带抢的。来，啊，今天我们的秘密要紧了身。啊，大花脸呐，二花，怎么又换过？我应该你得唱二句。二句什么词儿？侦探不过走一程啊。啊，大花脸二句，你唱二句。侦探不过走一程啊。啊，大花脸呢，二花脸的，哎，给有口技给我你再啐那秃顶上，你别着急，哎，要不我来？别，伙计，啊，伙计，我早就赖了，我来问你。
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。你倒乐，你是乐意。